奥林普酒店。奥林普是四星级酒店，位于兹拉蒂波尔的入口处，是通往著名旅游景点的真正门户。凭借美丽的地理位置和所在地区的声誉，酒店为客人提供自然环境、独特的体验、热情好客、舒适和便利。这家酒店全年无休，是真正的宁静和放松的绿洲。奥林普酒店是由一群在商务和私人生活中相遇的团队创建的，并成功地将酒店空间的独特性和家庭氛围结合起来，一个充满氛围、人和艺术细胞的地方，给人一种温暖和宾至如归的感觉。由于兹拉蒂波尔是一颗真正的自然明珠，且拥有健康的环境，奥林普酒店尽一切努力保持这种状态，选择生态和可持续发展，应用最现代的生态技术。酒店完全采用可再生能源供暖，因此有害气体排放为零。它是塞尔维亚第一家生态酒店，也是第一家获得能源证照的酒店。信任、宾至如归的感觉，从一开始就是这个酒店的管理理念，这使得它不仅成为国内游客认可的、令人向往的住宿地点，而且也越来越受到外国游客的欢迎。奥林普酒店最著名的特色之一，无疑是在这里获得欧洲和世界奖牌的顶级运动员、运动团队和国家队。舒适、便利、宽敞和光线充足的内部环境是整个住宿空间的共同点。无论哪种住宿类型，酒店的每间客房和公寓都充满温暖和舒适的感觉。大多数客房都设有可欣赏兹拉蒂波尔风景的露台，拥有150个座位的餐厅为客人提供真正的美食享受。由著名的兹拉蒂波尔特色菜以及国际美食组成的菜单令人流连忘返。壁炉吧充满了温馨的氛围，伴随着炉火的噼啪声，是早晨喝咖啡的理想场所。酒店大堂环境宽敞，中央设有大壁炉，营造出真实山屋的生动氛围。酒店引以为傲的明珠是其健康水疗中心，占地1400平方米，氛围独特，您可以享受带按摩浴缸的室内游泳池、蒸汽浴室、芬兰桑拿浴室、生物桑拿浴室、盐室、温水浴室、健身中心。专业的理疗师和美容师可以提供各种按摩、面部和身体护理。大大小小的会议室始终配备了组织各种商务活动，如研讨会、讲习班、讲座等所需的所有设备，是当之无愧的清洁安全证书获得者。